今天是我们到暹粒的第二天，我们今天第一个旅游的景点叫女王宫，我们现在大概开车走了一个多小时刚到，待会儿呢从这儿进入这个柬埔寨的这种景点，都是土路，都是土路。然后谁来了？胖子来了，胖子来了，小拐棍儿不是？Thank you.